花影视城龙套代言引选拔，正式开赛，领教专业护甲灵，惊喜空降。他们哪盘得上竞争对手？爆笑打戏，体验海宝，戏精小剧场 YYDS。更有长远爱伦麻花那部先卖小草，麻花真有爱呀、啊！趣味比拼争夺通告卡，谁才是唯一的龙套代言人？都压在线上了，不能出圈啊！为啥呀？讲一下规则啊，是这样，你们每个人向我这大象转十圈，然后并摆出上面的姿势，不能破框了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。3 4 5，紫霞仙子，您得快点了，6 7 8 9 10，冲！哎，圆儿，圆儿，你别忘了自己的那什么职责。我放心，你放心。看您的那个劈叉啊，啪！什么？醒醒！不是，我们不知道，从那儿走到这儿还有时间的呀。你得往后面，其实咱们摆好。怎么了？从你们仨抛弃我那一刻到现在，我还是一个人。过来，跟我们一起。放心吧，咱们一块儿来。你来中间那个动作，好不好？给你一张卡。好。倒卖倒卖你。三人通告。对，怎么了？三个人玩。当然了，我们是三个人玩，是三个人，是三个人。对啊，我们有一个人。来，咱们还有两次挑战机会，10秒钟之内到达白色矿中，不能出矿了啊。好，这样20秒，行不行？对你多给你这10秒，我们都走不过去，走不过去。我们要7张，我们再试一次，万一要成了。哦，万一要成了呢？搏一搏。我也吧，反正还有两次机会嘛。实在行，我基本也就赚了2圈。我也不，加一点，加点油来。行，那你数慢点行吗？你别对对数吧。对，来，好来，来一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快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！圆儿，来，快来！8 9 10，哎，怎么了？太遗憾了，他在中间这位，你看，全部压线。